心如台北归宁宴，卓琳侯佩岑世纪合照。林心如跟霍建华8月2号在君品酒店办归宁宴，会场布置如梦似幻，以心如最爱的粉色为基调，现场更是大咖云集，星光熠熠。Jolin 跟侯佩岑这两位桌董前情人，在相隔11年后竟首度破冰合照，还坐在隔壁桌呢，呵呵。而两人在稍早也都献上祝福，我今天是要特别来叫他霍太太。至于有没有，我等一下去摸摸看。她在我心中就是一个非常爽朗的女生，也希望她可以一直被宠爱着。导演邱礼宽拖鞋升级，踩着价值50000多的 GZD 拖鞋，蓝心湄则拎着600万元的爱马仕铂金钻包前来祝贺。早生贵子啊！我们今天穿粉红色去，大概都是配合那个先生们嘛。心如本身就是粉红色。另外，宾客明星夫妻档包括林心蕾、戴君竹夫妇、青龙、刘真，艺人何润东也带着老婆出席。今天是来见新闻的对啊。所以每一个细节我都要做笔记了，等一下。另外，香港好友应采儿和古巨基也特地飞来祝贺，非常非常替他们俩开心，然后祝福他们永结同心，分享爱。娱乐动新闻，华星大婚人气超高，报道。